好，继续来看到吉安乡圣地宫举办大殿新建工程的动土典礼。那么庙方呢是邀请了各界共襄盛举，一同祈求工程能够顺利。动土仪式由县长许正伟担任主祭官，圣地宫主委范昌义、六月复工祈福处主任李松年、县府秘书范江信林、县员林元富、花莲县会秘书梁泽斌、议长张俊助理张成伟、吉安乡公所主任曾正俊州等人一行三县吉里祝福工程顺利圆满，并且安排吉祥献瑞祈福风调雨顺、四季平安。范昌义表示，关圣帝君原本供奉在家中，受到帝君的指示，于10年多前挑选吉安乡光华村的土地建庙。圣帝宫落成之后，信徒逐年增加，还有远自加拿大、日本、马来西亚、大陆等海外信众，许多信众来问事求子，趋吉避凶都已获得应验。由于多年来频频显神迹，信徒日渐增加，在神尊的指示之下，开始进行大殿筹备的工程。约在5年前，在神尊的指示之下，庙方开始进行大殿筹备工程。为了能够实践关圣帝君慈悲之心，也特别申请成立花莲县关圣帝君文化协会，举办各种公益活动，持续发放生活物资，关怀独居贫困老人以及弱势家庭，以实际行动宣扬宗教文化，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人。记者蒋怡嘉祥报道。